澳洲墨尔本杯加连环压轴一日，周六粤阳转播啊！人家大导演嗰套叶达仲先拍咗十年，终于拍好啦！哦，系咩？听讲嚟紧圣诞有得睇添啊，唔使等到2046啫啊！哦，系啊。喂，罗永姐啊，等咗成十年啦，你可唔可以 high 啲噶 ？high， 我攞住你呢份咁求其嘅料啊，就唔方唔 high 啊！你啊，大大话话做 RE 都做咗十年噶啦，唔通我要等到2046年先有份似样啲嘅料出嚟咩？好彩我早有准备啫。嚟紧星期六，沙田马场会上演一班千四米乐星杯，当中评分最高嘅缩龙未赢过一班赛事，但系今次要面对曾经向一班赛扬威嘅对手，包括华美之星、贝利高，唔知缩龙可唔可以赢到佢首场一班赛头马，并且进一步提升评分向国际赛迈进呢？哎呀，罗永姐，唔好嬲住先啦，讲样好嘢你听啊！头先讲嗰套咧，拍成十年嗰套《叶达宗师》咧，诶，里边咧有个韩国靓女阿乔乔，同埋呢个国际巨星阿怡怡嘅正啊！咁啊点啫？够晒国际化咯，我哋捧场啊，你捧捧场啊！国际化系嘛，我哋有大把海外赛事睇啦，系捧啊，都捧咗呢场先啦。嚟紧星期六，澳洲费明顿马场举行嘅墨尔本杯嘉年华会上演最后一日。当日会举行拍天立用马场经典赛同亚联有锦标，到时马会都会越洋转播，马迷都有得参与噶。千二米嘅拍天立用马场经典赛系澳洲顶级短途赛之一，而千六米嘅亚联有锦标系维多利亚省最重要嘅一里赛事，到时大家要留意啦。大家好，我是港马之王阿兔。嚟紧星期六的赛事，我比较中意告东尼马房的绿色威。咁啊，今次跑第九场三班千六米的赛事噶。咁啊，过往佢跑过三次沙田的赛事都是跑第二噶。今次再度挑战千六米啊！咁啱骑惯骑熟的蔡明少就需要停赛，咁啊换上冠军骑师伟达拆骑啊！咁啊，睇下佢能唔能够驾驭呢匹绿色威跟翻前少少走，而又有后劲交出头马啦。希望我睇法帮到你哋。哇！场面出色，影像又够劲，好心都好想睇啊！系咧系咧，你都想睇到叶达宗师啊 ？Sorry， 呢个电影主题对咗咁多年，已经冇晒兴趣啦。我讲紧嘅系星期六嘅沙田日赛啫。对咗咁多年，已经冇晒兴趣，呢句对白咁熟，佢上个礼拜男友同佢讲过噶喎。你讲咩话？